生活中的鱼蛋除了是一只圆圆的小猫咪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小用法，让我们来一起康康鱼蛋有哪些用法吧。家里的清洁就全靠你了，劳累了一天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，还能暖脚哟。鱼蛋快帮妈妈关下门，剪刀呢？那就麻烦鱼蛋一下吧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好烫，借你耳朵降降温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？Later。鱼蛋，鱼蛋。哦，没纸了。那就只能。这就是养一只小猫咪在生活中的用处，鱼蛋，谢谢你呀。是我谢谢你吧。